啱啱入嚟睇嘅朋友咧，欢迎你嚟到咧我哋咧星期五晚嘅男人帮节目。咁、我哋咧主要咧就系逢星期五晚咁啊讲一啲男仔中意或者系我哋中意嘅一啲嘅题目，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咁喺一个艰难嘅时间咧，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咧可以松下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嘅咁样。咁就我哋又翻去继续啦，继续系啦，冇错。咁咧。第三個咧，就係、是、咧，當你過咗年，第二個你都過咗啦，轉型成功之後啦，係啦，就會咧開始講一啲實驗階段嘅東西啦，咁樣好有味道啊！係嗱，呢一個咧，我咧將會介紹呢一個偶像，叫做小林恆子，係啦，要講一講呢一張咧係佢，我要講咧小林恆子咧年紀係真係大噶啦，係啦，咁佢今年咧係67歲。系啦，呢一張咧係佢咧20幾歲嘅時候嘅 CD 嚟嘅，系啦。咁佢以前咧走緊呢一啲唱歌乖乖女嘅路線啦，咁樣。咁我哋睇下佢咧究竟最新去到係啦，當佢60歲嘅時候，佢走緊啲咩路線先？係啦，超進化，係啦，簡直係一個進化嘅階段咁樣。咁咧呢個咧係我要。做之前咧，我要介紹一下先。咁啊，睇下咧，之前有睇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唔知之前呢度有睇過紅白歌唱大賽啊、日本逢親喺10月31日隨即去元旦嗰陣時。係啦，冇錯。咁咧，小林恆子係一個好紅嘅歌手，佢咧其實係上過紅白33次嘅。系啊，33次噶，甚至咧系咧去到最尾嗰10次嘅时候咧，佢咧多数咧都会咧做压轴嗰个，即系临尾出场。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女仔嗰边压轴嗰个，咁多数佢会同阿美川宪一斗嘅，系啦。咁咧佢嗰啲表演系啲乜嘢咧？咁好劲啊！网上面咧有人咧。好有心思去將咧佢啲表演咧放曬上嚟，咁我哋就每一年佢哋嗰個超級爆嘅係啊呢啲裝係啦，冇錯咁樣，我呢個特別要放大張圖嚟睇啊咁樣，超級華麗嘅真係係黐線嘅，佢想講就係佢會同佢鬥大嘅咁樣，講少少佢一啲日本。年青人對佢嘅諗法就係咩？佢哋咧唔知點解有啲鬼怪嘅傳聞咧，就係咧話咧，佢會叫阿小林恆子係 Big Boss 嘅，係啦，因為佢多數都係最尾出場嗰個打機咁樣。係啊，冇錯，佢咧係以咧佢嘅服裝超級華麗同埋超級機械去見稱嘅咁樣。咁就而咧啲年輕人都會講咧，佢哋咧話如果去考大學咧，考大學考試之前咧，有睇佢 live 嘅紅白咧，嗰一年咧就會咧考到上大學噶啦。哇！呢個係都市傳說，唔知點解有啲咁嘅傳說咁樣。佢係呢啲咁勁抽，呢啲講緊嘅係講緊10幾20年之前嘅喎。係啊，即係10幾20年前嘅衫已經去到呢啲，已經係爆到呢個地步。冇錯，係啊，咁所以咧，成棵樹打咗頭領，我真係諗都冇諗。冇錯，佢自己係棵樹喎。咁咧當然佢嘅歌係受歡迎嘅，佢嘅CD 嘅數量係賣到好大嘅。佢去到賣到咧最高峰嗰陣時咧，嗱這個我都係睇 Wiki 嘅啫，佢話佢賣到200幾萬張，即係佢之前嗰類係賣到200幾萬張，係啦，其實係好黐線。咁喺嗰個年代喎，咁樣係啊，咁咧就當然啦。之後咧，其實係去到咧2012年嘅時候咧，因為佢轉唱片公司，但係咧就亦都紅白就話因為佢轉咗唱片公司，係啦。喂，等呢、這個要翻翻去佢最勁抽嘅最勁抽表作啊，係啊，值得一提啊呢個位。呢个名副其实系 Big Boss， 就系佢本人。系啊，冇错咁样。呢个去到差唔多最尾上红白啦，咁样。哇，呢个又系好劲啊！呢个超劲啊！
因為平時去神社見到啲獅子，冇錯，俾只獅子食咗喺佢個頭度飆出嚟，好勁抽咁樣，係啦，咁咧就翻翻嚟呢個先，係啦，俾翻小林恆子個而家個樣俾大家睇下先，唔係中間嗰、那個。中間我都係中間坐喺隻手上面嗰、那個，係啦，同埋側邊嗰張相啦，咁樣咁咧，但係咧就去到咧2012年嗰陣時候咧，佢轉咗公司，但係因為佢亦都有一啲醜聞，嗯，其實應該係醜聞咧，因為個醜聞其實俾人踢咗，唔可以再上啦，係啦，咁跟住咧突然間咧佢個 CD 真係賣得好差，嗯，係啊，佢賣得差啦，又上唔到紅白啦，咁啊簡直係一個低潮啦，咁樣咁就。喺呢，從未消失，係啦，咁樣咁咧，佢咧本來喺紅白咁紅，嗯，但係突然間冇咗紅白，咁佢點算咧？咁樣咁佢嗰陣時應該已經去到50多歲啦，咁、樣咁之後咧，佢咧去揾新歌唱，係啦，佢咧都係去唱翻唱歌，嗯。係啦，咁佢翻唱歌咧，翻唱啲咩歌咧？係啦，哎呀，我唔記得咗留低翻唱邊個添咁樣。跟住咧，佢出咗 CD 啊，咁樣。咁佢出咗 CD 之後咧，佢咧走咗去邊咧？咁樣，俾佢真係去賣 CD。咁佢去咗一個咧叫做超會議嘅地方 ，Nico Nico 係啦 ，Nico Nico 咧，可能睇嘅人唔知道係乜，嗯，但係咧，如果日本咧，其實係一個好紅嘅類似 YouTube 嘅網站嚟嘅，佢俾啲人擺片上去。係啦，冇錯。但係咧，嗰啲片咧，其實係勁多動畫或者勁窄嘅地方嚟嘅，咁樣咁就甚至咧，其實如果講緊10年前咧，你 call 係勁過 YouTube 嘅。係係啊，即係如果喺日本嚟講，佢相對淨係困喺日本咯，因為啲嘢係啦。咁咧，所以咧嗰班人咧，其實係包括後生嘅宅啦。嗯讀 L 啦，或者係讀 L 啦咁樣，咁佢就去呢班呢、這個呢、這個咁呢個超會議咧，就係、是、每年呢個力 call 力 call 去搞嘅，跟住就佢諗住將一啲咧古靈精怪，你當佢一個高燈啦，其實係咪、高燈咧？可以形容，即係再勁高燈，連燈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其實嗰啲咧，相對多年輕人喺入邊嘅一個網站，係啦。咁咧之後咧，佢就去嗰、那個呢、這個會議嗰度咧，佢擺檔去賣 CD 咯。咁佢賣嘅 CD 咧係啲乜嘢咧？咁樣張相已經寫係原賣。係啊，佢賣曬啊！我想講係啊，同埋咧，佢去走去做搞握手會啊。一個50多、60歲嘅女士喺一個年輕人嘅聚會入邊做握手會啊，咁樣係啊。咁咧，其實佢去咗去咗啲咩咧？之後咧，因為佢嗰樣咧，佢呢一個咧，力哥力哥咧，其實係上年嘅超巨大嘅10萬，咁佢會搞演唱會啊！跟住咧，佢入去唱咧，唱動漫。今年嘅來場者2日間嘅數主要係咩咧？佢翻唱初音。參加者759万人以上という驚異の盛り上がり。中でも注目を集めたのは2年連続の参加となるこの方です。所以咧，其實咧，佢。その豪華な衣装がまるでゲームのポスターみたいにされ、紅白嘅嘢擺咗喺呢個呢個座位度。你頭先睇嗰只幕，佢喺呢度又再飛一次咯。咦，唔係佢年代嘅歌嚟喎，係啊，係初音嘅歌嚟㗎，係咯，佢唱緊動漫歌㗎，我教細聲咗添，誒頭先教好大聲，可能未必聽到我哋講咩，係啊，佢咧之後咧喺一呢、這個應該係喺1718年嘅時候咧，佢合唱啊。
翻翻嚟先，許配噶，係啦，唔係講笑，粗音把聲，平時嗰啲把聲。我想講咧，小流行子佢勁抽嘅地方，頭先有睇到啦，就係佢同初音啲 friend 一齊去唱歌啦，係啦。咁咧，其實咧，佢後屘咧紅到咧，Vocaloo 咧係揾咗佢把聲嚟去做電子聲。做原即係用人去打聲，有噶有噶、哦、有噶，係啊！佢喺後生嗰邊好紅噶咁樣，咁紅到有自己嘅電子聲咯咁樣。咁咧就呢個咧，我哋其實係講緊咧雖然咧你問我咧就係、是、小林恆子咧，其實佢本身嗰陣時飛文咧踢走咗紅馬之後咧。其實根本就是死路一條嚟㗎啦，應該已經拜拜㗎啦。係啊，佢點啊？佢真係今次真係揾個實驗階段啦。我真係走入宅嗰邊，係啦。喂，原來你哋興玩握手會㗎，我走跟你嗰套去玩啦。係啦，冇錯。咁咧，跟住咧，超會議咧之後好中意，好中意佢啊咁樣。咁咧，譬如咧，佢會喺超會議裡面做啲乜嘢咧？咁樣揾啲靚啲嘅先。係啦，佢走入去打摔角。係啦。打摔角，系啦，冇錯，咁樣樣，好靚喎，但係其實靚噶，靚噶，我梗係俾啲靚嘅大家睇下先啦，我俾啲更靚嘅大家睇，去得超會議嘅時候，梗係啲動漫，係啦，佢會做埋 cosplay 嘅，係正嘢嚟㗎，咁樣樣，係啦，咁咧跟住咧，我哋講咧就係話，依家其實係講一個明星點去轉型啊，而咧佢完全轉型成功啊，佢轉型成功啊，你睇後邊後下邊咁多人一齊同佢打 call 啊，大佬，我唔識俾反應其實係打 call 幾開心咁樣樣，但係咧佢呢個 cosplay 咧，我諗起其實香港都係有一啲。老牌啲嘅明星咧，都係咁樣成功打入咗年輕人嘅市場。冇錯，包括我哋每次農曆農曆新年之前就會見到夏威 B B 喺呢個投柱香嘅時間。冇錯，冇錯，夏威 B B 啦，夏威 B B 其實可能就係突然間佢以前，我想講咧，我唔知你嗰個年代你睇咗曾產事件未㗎？其實嗰陣時你已經曾產事件係啊，鄧氏曾產。啊長嫂，係啊長嫂，哦有你啲係啊，你嗰個年紀暴露年紀，係，我諗住你唔係啊，但我就唔係啦，我冇睇過，係啦嗰陣時咧，其實係長嫂啊夏威 B B 成日喺長嫂隔離噶嘛，咁成日所以咧成日佢嗰陣時啲非文啊，唔係即係嗰啲説話係唔好聽話，佢係笑死人嚟噶嘛，所以其實唔好噶嘛，但係咧唔知點解咧，當佢每年做一啲特別嘅裝扮，係啦之後係啦，跟住之後竟然變成夏威 B B 喎，竟然變成後生仔中意嘅對象喎，咁樣樣。咁當然你話可能話夏威夷都係一個藝人，咁啊有咩作品？我用另一個頭先啱啱其實係 Adrian 講嘅。係，女演員邵音音係啦，邵音音咧其實係本身你應該已經做一啲好年長女士嘅角色㗎啦。係，佢以前係一啲三級片嘅女星嚟㗎嘛。三級片艷星，跟住係開始消失咗，係咪去咗台灣定唔知邊度？去咗台灣，係跟住再翻嚟嘅時候，其實係唔知無啦啦突然間就拍咗幾套
電影就入翻去年輕人嘅市場當中。冇錯，所以繼續咪有公開咯。係啊，又可以繼續可以佢嘅事業生涯啦。咁樣都係一個轉型成功嘅好例子嚟。冇錯，係啊。咁所以咧，其實頭先講緊咧經濟啊，作者用咗個經濟不安穩解説嚟去講藝人咧，其實咧佢個講法咧都會話：喂，其實你第三個咧就係、是、第二個頭先咧就係話我俾好多錢去拍 MV， 俾好多錢去做音樂咁樣，可能去谷大啲 fans， 咁咧到啲 fans 去到頂啦，去到第三去實驗階段咧就係、是、咧、你俾好多一樣俾好多錢去做你嘅音樂，去做你嘅styling 咁樣。但係啲 fans 其實都冇邊個嘅，最尾都係死，然後就爆煲啦。係啦，冇錯。咁咧，所以咧，其實咧，佢都會講嘅。偶像咧，永遠咧都會有改朝換代，其實係一浪一浪接一浪嘅。即係冇可能 keep 住都係你嘅。係啦，咁咧就有啲人咧就會問啦：喂，咁假如啲人都開始就會走，你又要新嘅，不過要 keep 住，唔好轉啦，係唔好轉咪得咯，係啊，我有單下 fans， 我就係掛住啲單下 fans 咪得咯，咁樣。作者係講咧話係真係咁嘅，不過咧老實講，如果可以做得到咁嘅樣咧，個個都唔轉啦。係啊，冇錯，佢講緊一樣嘢 ，fans 係會變心嘅，講到咁死忠嘅，係啊，講到自己咁死忠，但係 fans 最尾都係會變心㗎，咁樣。其實你每變一樣新嘅嘢，佢嘅。佢俾啲偶像嘅意見，佢話其實你都要不斷咁變嘅。你每變一次，其實你會增加新 fans。即係你可能會冇咗啲舊嘅。係啦，冇咗啲舊，你會有增加新 fans 嘅機會。機會，唔係增加搏一搏嘅都係。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做嘅話，咁你咪要搏咯。你唔搏嘅話，你其實係會死嘅。但係變相都延續緊嘅，即係本身可能講緊你一批 fans， 我講緊佢個保鮮期係十年。如果你不變的話，你玩完十年之後你就沒有 fans 了。但當你嘗試用一個轉型啦，轉了去另一種模式，可能你找到一批新 fans 也可以捱多十年，那變成你成個偶像的生涯就可以玩20年了。沒錯，這個呢就是呢其實個書的作者裡面講緊一個的其中一個總結。當然啦，我們都會在講的就是話，其實你偶像你最重要是什麼呢？都是賣 CD。係啦，我哋翻返呢層上擺耐啲，我哋俾小流行紙，我哋睇啲相對個週期比較前啲嘅先，係啦，啱啱轉型成功一兩年嗰啲就望一望啦。係啦，冇錯，呢、這個繼續係三本彩嘅咁樣。咁你睇到其實日本人佢賣，即係我為咗做偶像或者做歌手，我要不斷諗方法去做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係真係咧。而家都有一個，其實由十幾年前到而家都係講緊啦，就係音樂市場其實不斷萎縮緊，唔好揾咁樣樣。咁咧，其實咧好多唱片公司都話，唉，最衰都係盜版。係啦，我啲碟賣唔到就因為有盜版嘅出現。係啦，啲盜版咧搞到我係個市場搞彎曬啦，咁樣樣。係啦，啲盜草人幾好打啫。係啊，冇錯。咁咧呢個作者咧，其實佢喺另一個位咧，佢都有講喂。咦，啲人成日都話我啲CD 係因為盜版而令到冇咁賣唔到，係啦，咁咧而咧因為有啲 paper 咧，佢都講係真嘅，咁呢個係真係事實，總會有影響嘅，係啦，總會有影響嘅。但係咧，其實咧，我哋再仔細啲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有幾個 point 嘅出現咧，係直接。令到音樂市場的盈利降低，其實都是關事的。我要講咧，如果而家回望翻第一件事咧，其實是發生在2006年啊。2006年咧係一個signature盈利萎縮，就係咧其實出現咗 iTunes， 出現咗 iTunes 咧，可能咧我哋嗰個年代咧仲未有串流音樂。串流音樂是後啲嘅啦，係啦，即係買 CD 之後，係啦，再經過 iTunes 或者其他，仲有啲，好似仲有一啲，係啦 ，iTunes 就係最大，佢啱啱就係出只一隻一隻歌咁賣，可能就係賣緊六港紙咪賣緊6蚊或者賣緊8蚊，8蚊一隻嗰只，係啊，其實咧你睇你諗下咧，你6蚊一隻歌或者8蚊一隻歌咧，我假設嗰只碟係十
隻歌或者十二隻歌，你其實數翻你係七八十蚊啫嘛。係係啊，其實你以前買緊一隻 CD 係賣緊，可能賣緊一百舊幾水價，舊幾水價。因為咧個製作成本降低咗啊！以前咧我要印 CD， 我要做你仲要擺銷路，擺係啦，係啊，咁所以咧你又要擺係擺上架費咁樣。其實係因為個音樂嘅製作成本低咗，所以是音樂市場嘅盈利都低咗。哦，就係整體地拉低。係啊，佢話。點解大家從來都唔記得計咗呢件事嘅咁樣？係啊，佢一日喺度查啲 paper 就係，喂個個都話係咁，但係其實本身你賣緊啲嘢賣平咗啫嘛。係，你唔係你隻 CD 賣平咗，所以你咪音樂咪以前賣十蚊三個橙，你而家賣八蚊三個，咁你梗係個盈利梗係會少啦。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咧，真係咧將一隻大碟咧割開曬。以前十隻歌，我但係淨係中意嗰一兩隻歌。硬食嗰十隻。係啦，咁啊，但係而家我唔使啦，我淨係買嗰兩隻。咁咧就令到咧，其實呢啲嘅銷量嘅成本咧，亦都咧極大量嘅降低。因為你唔係隻隻歌都係主流嘅，係啊，我有陣時可能 CD 入邊其實夾咗一啲歌係佢係都係用緊實驗性質嘅方式去擺落去。係，咁咧就所以咧就其實你要搞清楚你音樂嘅盈利本身你自己個成本都低咗，你自己個售價又低咗，你又可以俾人咁樣割開賣，咁你一定係少㗎。嗯，系啊，呢個咧要好好考慮。咁咧就佢又講唔好將所以咧非法下載係唔啱，一定要戴頭盔先。但係咧，其實又未去到唔啱得曬落去。係啦，第二樣嘢咧，其實佢都講咧賣歌之後咧，就去到呢、這個，哇，更加方便，更加方便，真係呢啲正咁樣。係啊，咁咧就係咧講緊咧，其實啲人應該咁講，盜版咧，你都要睇緊咧嗰啲質素好定唔好，吸上吸嗰啲。係啦，咁咧嗱，老實講，有啲位咧係真係你買一隻歌咧，你係正版同盜版 download 出嚟個聲質量都唔同嘅。有陣時有啲唔同，但係你佔大量都近似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會講就係話，其實咧人咧。你而家肯玩串流的原因咧，未必是因為你想支持正版，其實是因為你懶咯，方便得滯。都啱嘅，啱噶。其實咧，如果你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而你處理了佢個問題，譬如舉個例，我可以隨時聽我乜嘢歌都得。我買盜版，我可能仲要去間鋪，我冇去買盜版或者正版，我係要去間鋪頭度揀某一隻碟。入面某一隻歌，係同我去個串流嗰度打個名，就出到嚟啦，可以出到嚟，甚至 download 埋落嚟，我唔使 online 都用到。係啊，我想好遠。係啊，呢個方面，譬如咧，點解串流音樂佢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啲人冇 CD 機嘅。嗯，係啊，真係冇。你要將只 CD rip 咗入去變成一個音樂 file 咧，當然有啲人，有啲人就話，一定要不同的。CD 個聲唔同嘅係兩回事嚟㗎。係啊，係啊，嗱，你 OK 得冇問題，但係咧，我係講。你根本冇咗呢個設施可以做，我再方便嘅方法就係、是，其實而家啲人係買緊你方便啊，係啊，咁所以咧，你老實講，音樂嘅洪流咧係冇得轉㗎啦，咁當然啦，原來我哋再睇翻咧，原來全球上年個季度最勁都係 Spotify 嘅，係啦 ，Spotify 係多嘅，咁跟住就冇諗過 Apple Music， 爭一半啊，係啊。係啊，咁咧佢冇 KKBOX 嘅，但我想係啦，喺Tandem Music 嗰個位咁樣，同埋Amazon Music 都多嘅，因為美國同日本啲人係大啊咁樣。係啊，咁咧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呢本書咧都有講嘅，音樂市場盈利咧就係講一啲關於版權嘅問題。其實版權問題咧，連我哋個節目都關事嘅，係好影響嘅呢個係。係啦，因為點解我哋成日播得 MV 就係因為我哋會俾人中版權啊嘛，會直接 cut 咗喎。冇錯，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就究竟咧呢一本書佢講緊，喂盜版咧其實係咪全惡嘅東西嚟㗎？冇好處㗎咁樣。佢 One Off 覺得個好處咧，其實就係咧令到個傳達嘅信息係即係傳達呢個作品係真係遠啲、快啲、多啲，更加多人接觸到嘅。係啦，咁咧而咧呢一個咧係冇得轉嘅。咁
之後呢其實佢嘅講法繼續去邊呢，我不如將啲老番變成正版囉。咁呢個係咩意思呢，就係、是、我不如自己擺上去 YouTube 度，即係與其俾你賺啦，不如我自己賺埋嗰嚿錢。係啦，冇錯、哦、其實 YouTube exactly 就係講緊，喂，我不如我自己免費俾你睇啦，唔好講咁多嘢，你我賺返喺度賺返個廣告費啦，咁、嗯、樣。咁呢佢都會講嘅，就係話呢一個版權呢、其實令到你的傳達能力呢去得更遠，其實是很重要的、嗯、特別是這個作者是韓國作者啦，他有說的，譬如、為什麼可以、Gangnam Style 會這麼紅、嗯、就是因為他的版權給你任玩，是是、啊、他真的給你任玩的。但是說回韓國，他本身的國策就是將他的音樂推出去嘛，係啊，誒、韓國政府俾咗好多錢噶，俾咗好多錢買其他國家嘅 airtime 去播自己歌嘅咁樣。咁咧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咧，誒、鎖國鎖得好勁嗰個就係日本。日本好多嘢想睇嘅嘢都係唔好意思，咩地區限制睇唔到嘅。係啊，佢就係想鎖住曬你所有嘅嘢。咁、嗯、其實佢係啱嘅，你保障咗自己入邊嘅。係啊，佢想賺錢嘛，因為佢真係會將啲 MV 變成 DVD 或者 Blu-ray 賣咗佢嘛。係啊，咁但係原來後屘發覺，原來嗰啲碟原來係得千零二千人買嘅啫。係啊，係啊，啲動畫嗰啲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得千零人買，跟住佢就計再去計嘅時候，喂，我不如擺上去賺，係啦，咁樣。但係咧，又因為咧，日本咧係一個好民族性嘅人，因為佢冇人試過咁樣咧，所以大家都唔會擺。咁咧，佢永遠都鎖國，又或者就係佢永遠、有一啲 MV 佢從來都唔會擺上 YouTube 嘅咁樣樣。不過喺因為武漢肺炎嘅呢一個關鍵嘅時候，好大嘅推力，好係啊，係突然間全部咧日本覺得唔對，唔係就係、是、咧有人開始擺將自己啲演唱會擺曬上去啊，爭住擺，係跟全世界一齊衝曬上去啲演唱會擺曬，因為第一個冇擺嘛，嗯、但係第一個未試過咁樣樣嘛，即係人開咗個頭。係啊，我咧舉一個啊，突然間我呢個位置我就舉一個例子，譬如咧平井堅，平井堅係 Sony Music 嘅、嗯、，Sony Music 其實好少將自己好多人揾到平井堅嘅嘢嘅，係啊，超少啊，跟住咧我咧揾翻咧平井堅咧以前啲 MV， 哇乜原來呢只歌有 MV， 我真係未見過，未見過，係啦、啊，哇原來有 MV 啊，但係咧你問我咧，我會唔會買平井堅嘅？MV 的 DVD 呢我就難一點咯，不會選擇買咯，即是我在 YouTube 我可以按多幾次看的，是啦，但是呢跟住有很多這些是喂原來真的那個 circulation 是很厲害的，所以呢、有些位置呢其實日本的藝人 都覺得以前都覺得喂真的綁得太緊了、嗯、就是因為現在這個貨幣真的show返出來呢、嗯譬如某一些明星呢他以前也是做電視台呢、嗯、但是因為他沒有 backup 在那個網上面或者咩咧，跟住咧，佢當佢一離開個電視台咧，佢就會發現，喂，點解我冇我嘅作品喺日本做嘅，係啊，冇錯啊，咁所以佢哋就發覺，喂，呢個真係唔對路啊咁樣，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作者都會講就係話，喂，其實真係個版權咧，其實個僵化嘅版權係要諗一諗嘅咁樣，咁咧佢咧最後用咗一個比喻咧，呢一張圖。中間呢張係啦，冇錯係啦，呢一隻圖就講下咧，佢個形容其實西方有個諺語嘅，就係話唔好將啲沖涼水同埋個 baby 一齊倒曬佢咁樣，係啊，都係講緊咧，其實非法複製嘅作品，又或者就係你自己嘅版權問題框得咁緊嘅時候，其實係大家攬炒嘅啫，你都將自己的盈利都冇埋嘅，係啦，冇錯。譬如去到今日咁樣，我哋睇到啲政治人物都自己擺歌喺上面，我唔想聽。係啊，係啊，你每次選都咁樣整一隻出嚟，真係真係超級恐怖啊！咁樣係啊，作為一張壓軸嘅相，係啊，三本彩真係好開心嘅，睇得係啊，呢張係令到我哋覺得非常之開心嘅咁樣。好，翻嚟我哋呢度啦，咁樣咁咧，今日咧就係呢本書啦。哎，我真係～真係黐住我咁樣，係啦，冇錯。咁咧就呢本書咧，我覺得係有趣嘅，咁樣就令到我哋覺得，睇翻啲留言先啦。係啊，CD 聲係唔同嘅，係我知啊，係啊，我知，係啦。講楊千嬅，楊千嬅啊，楊千嬅翻大陸啦，翻大陸啦，温暖全身。
係啊，冇錯。有電流穿過。冇錯，係啊。另外講兔尾子，我都中意兔尾子噶，係啊，啲食貨。紅吉同學。係啊，係啊。嗱，某程度上，兔尾子係 exactly 都係一個例子嚟㗎。係。其實老實講嗰啲都係老番嚟嘅，但係佢配咗廣東話之後，佢令到。成功打咗啊！係啊，成功打咗香港啦！如果兔尾子有嘢賣嘅話，可能會買啦。係啊，所以都係進擊的有人都係嘅，我想講係啊，冇錯係啊，果然係叻啦，係咁好啦，喂，差唔多啦咁樣樣，好一個鐘啦，又一個鐘啦，本來我哋話早啲嘅咁樣，咁就下個星期。系啦，我哋嘅同樣時間，我哋再會同大家講一下一啲流行文化嘅節目啦。咁啊，希望咧大家今晚都開開心心咁樣啦。繼續有品味啊！係啊，繼續有品味咁迎落去。係啦，我哋係迎澤嚟噶，係啊，要講清楚啲啊，咁樣係啊。好啦，喂，下個禮拜星期再見啦。好啦，拜拜。